是涉及或是我们受辱，我跟国民党主席，我们真的非常诚心诚意，能够换回我们大家共同携手合作。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，我们也出席了，他们也欢迎马总统能够到现场做见证，也谢谢马总统在这段时间辛苦了，昨天让马总统在那边孤等了5个小时，然后要马总统过去，然后又要马总统过去，我觉得对一个前任的国家元首是非常的不礼貌。但是马总统虽然受辱了，他还是去了，我们在那边孤等，真的马总统辛苦。不管如何，国民党上下都是团结一条心，希望就是能够蓝白合。刚刚到了最后一刻，少康兄还给我建议，我们再打电话给柯文哲主席，希望柯文哲主席在没有登记之前，我们都会共同希望能够携手合作。那非常可惜，最后他没有接电话上。不管如何，少康兄跟我两个一定并肩作战，赢得最后胜选。就像刚刚的口号，好跟康叫做过喝台湾人民喝康，我们今天的登记就是好兆头，喝彩头，好兆头，中华民国一定在我们手里赢回来，也让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都能够平安健康。谢谢大家。